服务了吧？你这个是失败吧，旺财？你强烈的武器来对付你了，害怕了吧？没有，他看不出来很害怕，他很开心。旺财在等你用，表示期待吗？来，我们要先除家里的根源，从你开始。哇，这是按摩服务了吧？你这个是失败吧，旺财？你躺下。亮晶晶，对啊，等快一点哦。谢谢。可爱。它好像蛮舒服的。我们要斩草除根，就是你。你才舒服吗？为什么这只狗也喜欢挖耳朵啊？你服侍它，我服侍你吗？那你要不要服侍我啊，旺财？又在咬棉花，还扯那么用力，都不怕被发现是不是？肥仔翻滚。脚可不可以合起来啊？你不要每次看到我就把肚子，哎呦，你脚可不可以合起来啊？啊？嗯，合起来，单身。你脚可不可以合起来啊？你不要每次看到我就把肚子，
没有，你要卷卷它碎半了。他从头到尾都这样躺着，他连动都不会动。他有出去吗？舒服吗？没有，你要卷卷它碎半了。看吧，从你看，他从头到尾都这样躺着，他连动都不会动。Ha ha ha!